一跳好像上升了一样，你知道吗？这样吗？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对、啊。而且国标也好棒哦，都可以趴在帅哥老师身上。你没有问什么上升啊？什么上升？美女上升。我猜，所以这样不是美女吗？对啊，所以我在跳的时候是什么意思？我差一点讲鬼上升。帅哥，你要喜欢影楼吗？啊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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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当然，拜托，看身材也知道。再说下一个重点了，再说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宪哥不是这么肤浅的人，对身材还有脑袋，是吗？有脑袋我也有啊，我去过世界各地耶，拜托，看的东西可多了。刚提到身材、脑袋这两样都是他没有的东西。对，没错，宪哥对。去正式表演了，终于轮到我了，是吧？来来来，就是一个烂呼啦圈，能表演出什么好春天？对啊，真的对不对？真的吗？用腰摇呼啦圈没什么吗？啊，你腰，我们试试看。哇哦！先用腰嘛，对不对？这没什么，很普通嘛，普通，对不对？我再来一张，再来一个什么？哎呦，哎，真的嘞，哎，真的膝盖哎！哇塞！表情好冷静，用膝盖表演，这个还有什么？还有更厉害。也没什么，可以用奶奶吗？对的，小呛香，可以用奶奶表演。奶奶怎么？你来，进入我们谁来呛香？哇，今天真的是太好看了，我跟你讲，太好看了。观众朋友，如果你没有看到这一段的话，你的人生基本上就是黑白的啦，白活了。我先介绍我们的评审，好，不得了，好，介绍他们主要是看他们的服装，好不好？好正哦。第一位就是大潘潘，大潘潘，哎呦，哎呦，妹子，哎呦，哎呦，天哪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身材怎么可以这样啊？老师给一个恰恰了啊！可以。哎呦，天哪！哎呦，可爱又性感，丁字裤哎，好看哦！天哪，观众朋友，你怎么受得了呢？这个，来来，准备下腰了。下腰来了。那叫有骨，不是哪一个女人跟你一起跳舞没有骨折，那才有骨。不是那个，不是那个，我真的是不晓得怎么瞧。我最弱的一环就是跳舞了，好吧？对啊。啊，谢谢小潘潘老师，来来来。好，第二一位欢迎嘉玲老师。哎呦，哇塞！这位电动洗车有没有？连续旋转六圈那一种？不会，不会了，会了，试看。想骗谁？骗不了我们了。我跟你讲，只要是舞蹈动作，你哪有不会的？来来来，试看试看，来来，麦克风把它拿起来。耶耶耶！哎呦，你看你在走，腿好细哦。你旋转哦，哎呦，天哪！你看，哎呦呦呦呦，哎呦，天哪 ！Oh my goodness！ 哎呦，哎呦。哎，评审已经辣成这样了，有吗？哦，老师，谢谢谢谢谢谢，哦，过来过来，还有一位，嚯，金匠是知心，有没有？就是那个披萨，你要讲知心，欢迎知心老师。点个节奏后啊！大家好，恰恰是吧？恰恰，直接的，叭叭啦叭叭叭，哎呦，他有架势，哎呦哎呦，哎，哎呦呦呦，全转过来啊，来来，哎呦，哎呦，天哪，哇，哎呦，真的很好看呢，哎呦呦呦呦呦。哎呀，
太好看了！哎，看他们几位表演啊，让我们心里面觉得很感动。对啊，各位，这两位已经来了，我告诉你，他们要好好的修理一下对方。哇塞！美女神姐，那么欢迎何嘉文，还有我们的柯以柔。今天就看，你要去哪？没关系的，没关系吗？哎，不敢站在一起哦，心机很重。没有，他们两个怕互相比较了。真的，来来来来，这个嘉文还带来我内衣达人，最近出了新书了。哇，哇，你照片怎么这么性感？谢谢，请多多指教。来，你们两位有接触过这种国标舞吗？其实还好哎，我妈妈有跳，妈妈有跳，小时候妈妈有跳哦，了解。我小时候是跳男生啦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妈妈本身爱跳恰恰，然后有时候找不到人的时候，我就要全冲男生。这个是你的第二嗜好啊，以柔这套衣服啊，我们大家眼尖的就知道，她为了参加这个，已经找遍全台北市所有的国标舞的衣服，没有一件她能穿。塞得下，怎么会？我必须说这是真的，怎么会那么神奇？我们都知道是真的啊，因为这个很难找，真的，他一出道就这样了。天哪，天哪！而且就是说已经收集了，就是比较大 size 的尺寸。哦哦哦，是要专门给他穿。这个肩带还爆掉，整个重新修改的。有有有，这里已经断掉。有受伤啊？哪里受伤？没有，因为我练这次练就是为了练森巴跟恰恰，比较多高难度的动作，你就抬起来。就老师每次把我放下来都差点跌倒。哎呦，那你们的老师是哪一位啊？我的老师是宇浩老师。宇浩老师，你念错了吧？那是云稿吧？不是啦，这是矫正。就是这一次他比较辛苦，因为我有那个僵直性脊椎。脊椎炎啊。所以其实跳舞的时候很多动作要很小心。那没关系啊，云稿老师他本身。什么东西？听不懂。那你的老师是哪位？我的阿坤老师非常年轻。阿坤呐，哎呀，哎呀，而且我跟你们说，阿坤老师很喜欢穿很少哎，真的，他连在练舞室都穿好少哦。我第一次去练舞的时候，我只是觉得说，哇塞，有必要在练舞教室穿成这样吗？他穿成怎么样？就薄纱，然后你知道露。拜托，那还算是穿得多的。真的，还能多少？有一次我们就到舞蹈教室去看他，只贴了一个沙龙 pass 就出来。怎么可能？先看嘉文带来论吧，好吧，好，加油了，来欢迎老师云稿老师，嘉文 VS 云稿。哎呦，哎，嘉文不错，你整个自信都出来了，有没有？哎呦，哎呦，天哪！真的要站到你们中间，又怕爬起来，真的看不下去了。哎，刚刚讲的好难听的，你觉得他跳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他穿的一身红啊，啊，老师跳的还蛮普通的啦，啊，你是把老师当钢管是不是？哎呦，我呛，没有没有。我跟你说，我今天穿一身红，纯粹是来喝喜酒，因为待会我而且是脱衣服。老师穿那么少，你就知道他们待会要是吗？拜托，不是有一双下，好不好？
厉害了，我跟你讲，好，那我们听老师怎么说。来来，知心老师，我很喜欢嘉文的眼神，因为他刚才跳的是润吧，他用那个眼神把这个感觉诠释很媚。如果你们大家刚才有仔细看到他每一个挑眉的动作，还有那个抛媚眼的感觉，非常的好。一跳好像上升了一样，你知道吗？这样吗？对呀，对呀，对。而且国博也好棒哦，都可以趴在帅哥老师身上。你没有问什么上升啊？什么上升？美女上升。我猜。所以这样不是美女吗？只有在跳的时候。什么意思？我差一点讲鬼上身。所以真的比较喜欢影楼吗？啊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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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当然，拜托，看身材也知道。所以说现在要重点了。所以说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宪哥不是这么肤浅的人，对，身材还有脑袋。是吗？有脑袋我也有啊，我去过世界各地耶，拜托，看的东西可多了。刚提到身材、脑袋这两样都是他没有的东西。对，没错，宪哥对，这样说就对了。哎哎，没有。嘉玲老师，我觉得嘉文他很好，是他每个动作都有完成，所以都有很多我们所谓的拍照时间，就是他都可以定点定格，对，拍照时间，原来有拍照时间，对，哎，来来来，因为嘉文的自信心真的是没话讲，然后他真的就是一个才女，做任何事情都很用心，所以才可以自己创造出品牌，真的很棒。哎，不错，哎，怎么讲了一口生意经哈？真的，创造出品牌。各位，柯以柔已经看不下去了，他跟他那不男不女的阿斌老师。是啊，不女是个帅哥，他就是爱露而已。我们国标舞的白马王子，不要乱讲。真的身材好，当然要秀给大家看啊。讲人家不男不女，你讲了。你不会帮我扛一点吗？好的，我讲的。好了，欢迎阿坤老师还有柯以柔，来了精彩的三把，加油加油！哎呦，真的假的？天哪！两个木兰飞弹，我要把他踢了，我飞出去干嘛？厉害！我是觉得老师跳得很不错哎。哎，那他呢？还可以啦。是吗？拜托，我光是高难度的动作就吓死大家。没有高难度的动作，都是老师比较高难度。喊老半天。知心老师，你倒是讲讲话啊！做这样的表演是应该是心里会很紧张，没想到，可是他的表情让我觉得他很镇定，真的，对，真的很冷静，这样子他的思绪才会清楚。所以他每一个动作，其实我觉得他完成度也很高，也不错，对，非常的好。这件舞衣是我的，哇！可是我穿起来真的没有那么好看，那么紧绷吗？他穿起来真的好紧的感觉。这是我最早的时候做，然后也是转手卖掉。哎，想不到今天以柔穿更漂亮，更漂亮。哇，天哪，这也是金缕衣就对了。其实国标舞的衣
衣服都非常亮丽华丽耶。啊，等下跳的怎么样？我觉得他们两个很整齐，然后那个默契很好，嗯、尤其因为老师会让他很安心嘛，那理由就跟得很好。而且阿坤老师啊，你大家知道他最适合跳这个。以前他拍过电影的，什么电影？瓦斯工人的一天。哎呀，老师真的很棒，对啊，老师真的很棒。辛苦了，辛苦了。哎，怎么样？他也很辛苦啊，陪我练了很久啊。没有，是老师陪我练。你知道两位老师都很辛苦，因为都有扛啊甩啊。我们在舞蹈教室练习的时候，老师都会说，不如待会甩的那个先休息。很辛苦。昨天阿坤老师练一练说，我不行了。不是因为每一次练习，他们都很认真，都真的把我们扛起来。而且才练两天，我已经两只腿是铁腿，然后这里也快 OK 了。啊，真的啊。对，我刚刚都有看到淤青。真的辛苦辛苦，来来，小潘潘。我觉得有这个单元实在是太棒了，因为平常我们看到的怡柔练身体啊，不是就是你现在好像以毕业生的这个姿态来看，哦，还好英州嘛都跳过。不是，因为平常你看的怡柔都是主持外景节目，然后很健康美的形象，没有想到看怡柔跳国标，然后时而娇媚，时而羞涩，时而可爱，我就觉得真的太棒了。然后她在飞起来的时候，居然还有那种有一点点那种霸气侠女的感觉，感觉很帅。对，虽然短短的舞蹈，但是看到他很多不同的一面，真的很棒。太好了，哎，大家给你们口碑风评都还不错。对，但是他们两位现在还有要表演一段精彩的加分题，好吧？高难度的瑜伽技巧，这是有多高难度啊？这个叫做公式。公式。其实做起来会像提一个菜篮一样的感觉。真的。要不我帮你拿麦克风？哦，来，嘿，哦，哎。公式，哎呦，哦，一二公，哎，哪里有公啊？这个就是公啊，哦，不够公，不够公，哎，厉害了，各位，哇，对身体很好的感觉。第二式，哎。还有一个是骆驼式，如果你本身就是腰比较不好的人，也可以试试看。就是多做骆驼式，好。哦，哎呦，这就厉害。这个是骆驼式。有，因为上面嘛，有没有双峰啊？骆驼式。双峰骆驼。那个比较适合你的仪容。哎，我也只会两个式啦。什么式？什么？就是有两种。一种是蹲式，一种是坐式。哎呀，所有的人都会吧。但是记得做完之后一定要。要什么？冲水。哎呀，这个哎，不错不错，恭喜。来来来，以柔也带来一个啊，个人的这个才艺表演嘛。这个其实真的蛮普通的。普通的。我跟你们说，以柔那个真的很好看，因为她以前是出自马戏团啊。马戏团出道。好嘞。對要能够变成马戏团的表演还不容易耶，他这个真的很好看。你以为每个人都可以成为马戏团团员吗？这一招你们就不会了吧？对，各位，会回转啊，请看回转回来，当然了，同时定杆不用手，应该会出错吧？没关系，第二你已经生过四个小孩，那也生不出来。阿坤，老师你夹得了吗？老师小心啊，不要伤到我。等一下，你在老师怎么夹？太用力了吧？太用力。他就是不喜欢老师啊。不是，因为老师你干嘛？你可以正式表演了。终于轮到我了，是吧？来，就是一个烂呼啦圈，能表演出什么好春天？对啊，真的对不对？真的吗？用腰摇呼啦圈没什么嘛。啊，你腰，我们试试看。哇哦！先用腰嘛，对不对？这没什么，很普通嘛，普通，对不对？我再来一招。再来一个什么？哎呦，哎，真的嘞，哎，真的膝盖哎。哇塞！还有更厉害，脖子，哎呦，好猛哦！这也没什么，可以用捏捏吗？对对对，小枪先，可以用捏捏表演。捏捏怎么？你来，好，各
那两位今天啊，这一段特别给你们暖身一下。嗯，接着下来带来别的修理。好，我们接下来要带来一段街舞。这个难呢、欸，这个真的真的很难，很紧张。街舞已经来了，谢谢。Music。Girls, see how they rock. Jack is back. Oh, oh, 真的真的，哎，真的没想到，这么好活泼。很好玩，这个舞很可爱的，真的真的真的，一定要腿够短才唱出来。还有这一招的，什么？一定要腿够短才跳得出来。而且这个舞我觉得真的很适合很可爱的女生跳，因为它从头到尾都是节奏很快的。对，然后有一种不可爱，然后又不方便跳的那根本训练。你说你啊？没有，我帮你讲话。啊，对，我是可爱又方便跳的。兄弟们，开玩笑。我是可爱又方便跳的。志馨老师，你觉得？不知道为什么我很喜欢看嘉文跳舞，因为我觉得他跳什么就像什么。小蟑螂的样子。对啊，他跳润吧就非常。什么小蟑螂啊？很可爱，这个舞对啊。我觉得他跳就是可以把那个舞风诠释得很好，对啊，然后他每一个动作都非常的精准，就是非常的确实做到老师要求他的东西。嘉玲老师手很好，他都会打很可爱的动作，对，然后很适合这个舞，所以他整首歌跳起来很轻松。对，其实这个很像那个大家在办 party 的时候一起跳的那个。对，你如果站着这样哈啊，然后手这样比，我们看看那种味道，那边再一个 1 2 B 干嘛啦？哎，保留啊，能吧？很烦的你，很烦的，太久了吧？你怎么买那么少？才买200而已。他都买100摸一粒，买200摸两粒。哎呦，好想跟他买槟榔，小佩佩。我觉得他整个肢体语言跟表情真的配合得非常好。真的吗？看不出来是初学者。再看以柔表演的恰恰，我跟你讲，刚刚我们看他第一段表演，觉得对他是有期待的。对，恰恰。对啊，听起来很普通，对不对？嗯，绝对让人家耳目一新，有自信。有没有看到？恰恰来表演一下，好不好？特由阿坤老师。
赛当中有跳错的，有跳错的，是老师跳错啊，跳错了，拜托，是老师忘记吗？是老师忘记的吧？是吗？是老师忘记的、啊？没有，是我、啊，老师很棒的。没关系，听他们怎么说。自信老师，瑕不掩瑜吗？还是根本已经接近淘汰边缘了？不会，我觉得他们都很认真。对啊，光是这样的态度就已经很感人了。对啊，那我是觉得一点点小错误，但是无伤大雅，他整体感还是诠释得很好，很感人啊，开头编得非常好啊，可能是因为他生病嘛，我知道他今天非常不舒服，他今天发烧，哎呀，我是好感动啊，对啊，我觉得他已经很用心很盯了，因为他不舒服，然后又要跳这么快的舞，圣巴已经很累了，所以他刚刚有一点出错，我觉得还好，因为身体状况没有那么好，可是他没有因此整首歌就对，刚讲到这一段已经很感动了。笑容，笑容，笑容，是他的心酸化作喜悦，呈现给。刚刚眼泪都快流出来了，答应的制作没有啦。我觉得其实艺人真的都很辛苦啦，因为我们必须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是做出一个好的表演，对呀，真的压力很大。其实我跟雨柔，因为我们在舞蹈教室是一起练，好像只练两三天。其实我们加起来可能两次，有看有没有四个小时吧。我们要练两支。他们两位懂不？亦师亦友，对不对？这个在艺能界是最重要的。为什么你知道吗？在生活当中是朋友，在生态当中是敌人。因为必须要生存，这才会互相进步，对不对？来，敌人，你说什么？那是评审，傻逼。因为我们两个都是艳星啊，没有啦。我今天从编曲开始就真的很棒，好像有剧情一样，好像他一个人坐在那边，然后他就邀他跳舞，就开始，然后越来越热络。虽然中间以柔有一点小小的错误，脚步有一点错乱，但是他很棒的是，他会在那个音节很重的地方他追到，没错，然后那个力道整个都伸展出来了，真的很棒。这个就是所谓的瑕不掩瑜，哪有吃烧饼不掉芝麻，哪有乌龟没有毛的。龟有毛，龟有毛吗？龟有毛，龟毛吗？为什么会说龟毛呢？所以大家就决定不在鸡蛋里面挑骨头。是，两位总该要分个胜负了，各位。今天他们所有的努力呢，即将在这最后五秒钟之内揭晓，到底是何嘉文能够获得冠军，还是我们柯以柔能够拿下今天的魁首呢？五、四。3 2 1 The winner is 何嘉文。小柔感动的掉下眼泪，原来她的错误已经在你们心中烙下永远的痕迹吗？太不正常了，知心老师。真的很想给他们平手，可是因为如果真的要分出高下的话，就因为以柔真的身体不舒服啊，所以那个地方就是大家都看得出来，所以我们没有办法，对啊，就是我真的很想给他们平手，因为他们俩的表现，对，真的都很好，真的。啊，对对对。没关系啊，下次你感冒好了，我们再来比一次好了。评审，再次谢谢阿坤老师，还有那个云老师，好，谢谢老师，再次谢谢他们啊！恭喜何嘉文齐天大圣，不赛。